庆宗亲会的邀请下，27号晚上6点在海洋广场担任基隆中原祭开幕典礼的演出。其中的 Umbrella 环游世界，基隆最美为主题的音乐剧相当有看头。校长赖慧文动员了音乐科及表演艺术科将近90名的师生参与演出。我们这次安排了7场的管乐响宴，除了今天以外，我们在农历7月的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扣掉下下礼拜的这个放水灯游行啊，跟中原族谱的那个礼拜，我们总共安排了七个这个表演啊。那当然，首场啊，就是由我们这个培德公家最好的、最优秀的排在第一场。我相信他今天晚上一定会带来给各位市民朋友非常好的一个享受了啊。学生团体表演为中原祭增添艺术气息。林姓宗亲会在海洋广场安排的表演，与文化局在文化中心广场规划的演艺活动穿插演出，欢迎民众参与。记者曾君云、陈金龙采访报道。